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玛。想必大家都只看过我平常生活的片段，就给大家看看我非常普通的一般周末是怎么度过的。真的很普通，很一般。不要问我这个视频画面是怎么拍的。对，我一般其实永远醒的都会比闹钟早，就是学生时代的习惯。看一下几点了，又比闹钟早了。对，我裸睡，怎样？我这里穿了裤子啊，我为了拍视频特意穿了裤子啊。洗澡热，然后就去抹身体乳热。掉，哎呀，独身女人啊。我本来是现在准备做饭，但是我想先把咖啡喝完再做饭。然后我最近的脸就是因为内分泌失调的原因，请大家谅解。现在打算看一下 Cardi B 的新 MV。这首歌的 MV 真绝了，我的妈，这是 Kylie Jenner 吗？哇，这个屁股绝了。那个就是所有的聊天社交软件我都没有设置提示音，就是不想设置，所以我不想要就是被别人控制，就是你来决定我什么时候打开我手机，我来决定。看一下微信有没有人找我啊？对不起，没人找啊，没人招啊。这个音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买，去年买的吧，几十块钱，当时就看它便宜买的，就还 OK， 就无功无过，无功无过。做饭的时候其实我喜欢放那种比较屌的歌。跟大家看看有多屌啊。Basically I'm saying either way we about to slide, hey, can't let this one slide, hey. Don't you wanna dance with me? No, I could dance like Michael Jackson. 这个歌词就送给当他问你你喜欢什么你想要什么的时候，你就把这句歌词送给他。做饭。我有个歌单叫做晚餐跟你听爵士，我自己创的。第一首是 Moonlight。我今天没有米饭，因为我的这个电饭煲发霉了，里面的米饭发霉了。上海的天气我服了，所以我就只能做菜吃。然后我就打算切个西兰花，其实我就把冰箱的剩菜都拿出来。我准备做豆腐，然后发现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我现在百度一下。我现在有大葱跟豆腐，我看一下能怎么做啊。
是如你所见，没有米饭，因为我的电饭锅发霉了，不敢吃，怕中毒。不知道好不好吃，尝一下。嗯，可以。我做的是西兰花炒炒菌子，这个是我做的煎豆腐，我不会煎虾煎的。为什么做这几样菜呢？因为冰箱里有这几个，我不喜欢浪费。嗯，为什么没有肉呢？因为我做到这儿我就累了。嗯，我靠，这个豆腐煎的好好吃啊。嗯，好吃了。怎么做的呢？就是放块豆腐，放油，然后放点葱，放点盐跟糖。这个也只放了盐，因为我不会做菜，我不会加别的调料。我吃饭的时候不喜欢看视频，也不喜欢看手机，就是我喜欢发呆或者干别的，我就觉得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想事情。其实很多人就问我是不是有刻意去瘦身还是干嘛减肥什么节食，我没有，但是我会认真的吃菜吃饭，我真的不怎么吃零食，因为我觉得只要你吃饱了你就不会馋。喝一口茶，这个茶是那个信阳毛尖，这是香姨的，香姨给我的，她爸爸给她的，好好吃。Maybe I'm the one to blame. Maybe you were just too nice to me. 那就可能可可乐我是一个是要么的么的。没错，我这种萌女也偶尔听这种可爱的歌，我想要学会唱这首歌。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找事情干，就是我一定不能闲着，因为我觉得这个也算一种运动吧，嘿。啊，这是在干嘛？好像是发呆吧。然后就是工作啦，没错，我周末也要做很多工作，我周一到周五上班，我周末要剪视频写脚本。对，我真的是劳模。其实所以我就很累了，哎。就是在看袜子是不是自己的，是我的袜子吗？我在那个1688上面买的这种耳环跟头饰，我真的好喜欢这种东西啊。然后那个口红是那个我的这个 color key 到了，然后我再看它在我嘴巴上的颜色，我还挺喜欢的。我现在嘴巴上这个是 B714， 我下个视频里面说。香姨，我买了这两副耳钉，你要哪个？现在要去买个面，打算做个面，然后口罩拿哈，这个环保袋拿。啊，我还要去拿我的裤子，我的那个裤子不是坏了吗？然后这里坏了，我给它缝了个，我把它缝起来，就是这里铺了个洞，我给它缝起来了，就是因为太喜欢了，对。袋子是之前一个，哎，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卫生巾项目的。然后你买这个袋子的话，可以捐出部分捐款，然后他们会给一些医护人员，就是买出卫生巾。你看，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就洗了好多次了，都有点沾上衣服上的毛了。然后拿裤子两件事，要是有花的话，我再去买啊。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觉得我每天应该都是很热闹的，但其实不是，就是因为互联网上你只能看到就是别人想要给你看的很精彩的部分嘛。我每周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活动，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像这样非常平静的一个人在过，就是从早到晚都一个人。就我虽然跟我的好朋友住在一起，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事情嘛，他也会出去啊，然后干嘛，所以基本上我是那个经常在家的。而且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就是早上起来我要么要去洗衣服啊，要么要工作一会儿啊，弄弄视频啊。而且其实我周末爱出去玩的话，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周一到周五上班就特别累，所以我有那种报复性的感觉，就是我周一到周五已经这么累了，我周末一定要好好玩。买这个
因为这个最小，我应该吃一两顿就能吃完，或者一顿就能吃完。吃饭没有啊？没吃。我来买花，花又来买了。没什么花了。对，我好多都买过了。然后要给它剪掉什么的。剪掉你根据你的花钱，你卖掉就算，知道吧？不了啊。好看，好看的啊，很机智的，对不对？谢谢，拜拜。老板，我来拿下我的裤子。什么意思？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等爸爸妈妈打回廊，当太阳下山岗，我要快回家，同妈妈一同进入甜蜜梦乡，当太阳下山岗，我要快回家，同妈妈一起进入甜蜜梦乡。现在得开始把花修剪一下，这个花5块钱一支，我买了4支，20块钱，名字叫做火焰。我经常去这家买，就是老板娘跟我关系很好，而且他卖的花都很便宜，对不对？我有这么多的瓶子，还记得我那个竹马占便宜的1块钱的花瓶吗？我有好多。If I like it, no one can stop me。感觉放这儿还是蛮搭的，是吧？放这儿还是蛮搭的。我去，你看，真是优美。床头好像也还不错啊，还不错，还不错，嘿嘿。你看看，是不是还像模像样的？像模像样的啊，还不。现在看会儿书，趁我的那个肉还没有煮好，妈妈给我煎腊肉。我最近一直在看的是这个博尔赫斯的谈话录，其实我大学就看过了，然后想看第二遍，因为当时看的是电子版，我觉得电子版跟纸质还是不一样，我喜欢看纸质的。然后这个本子很喜欢，这是我 leader 送给我的，这个牌子它是加拿大的，叫是加拿大的一个牌子吧，叫 paper blanks， 然后特别特别喜欢，特别适合我，我觉得他送给我的，然后我就拿来做摘抄本。你看我好多绿色的东西啊，这个是前前男友当时送我的包，已经背了很多年了，已经要坏掉了。喜欢一边看书然后一边做笔记，就是我一般还会写东西，不过我写的一般都比较简洁，类似于一个啊，或者是一些自己的想法，也会写一些问号。就是博尔赫斯，他是一个阿根廷的一个诗人跟作家嘛，他晚年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眼睛逐渐失明，但是他自己就很乐观。就是你看我念到这一段我特别喜欢，就是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想起第一次读到这段时候的感受。他说，因为我发现我是在逐渐失明，所以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沮丧的时刻，它像夏日的黄昏徐徐降临。那时我是国家图书馆馆长，我开始发现我被包围在没有文字的书籍之中，然后我朋友们的面孔消失了，然后我发现镜子里已空无一人。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I got no words。 我的饭好了。我的这个是我妈给我寄的腊肉，我特别喜欢吃腊肉，一大坨腊肉。给铁子们，给铁子们吃个腊肉啊！嗯，好好吃，这个面是我这辈子做最好吃的面。我加了芦笋，因为剩下的芦笋，然后番茄，然后加了。笑你在找我说话，小杨。我在给小杨看我小时候的照片，他跟我说 cute。然后番茄，然后只加了盐。秘诀就是你要煮得很稠。
绝了，这辈子做的最好吃的面。问他在干嘛 ？What are you up to？ 太好吃了，你吃一口，你看。哎，你看我在学的时候，你懂噻。那玩意你学嘛？太卡了。我就这样一个冷漠的女人。她是我见过的，就是只要男生见到的都心动的人，都对她心动的人。哎呀，卧室好闷。我今天在家待了一天，基本上没有怎么出门，然后没有怎么运动嘛，然后我现在就是打算做一会儿瑜伽，换一下衣服啊，换个衣服。就停在这个位置，大概3到5个呼吸。活动一下。我刚放那首歌《Say My Name》是小杨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太过于悲伤了。但他好像就是很喜欢这种悲伤的调调，自以为自己是悲伤小王子吧。那就这样，请大家告诉我，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种类型的视频，如果喜欢的话就请告诉我吧，我以后也会尽量多拍一些 vlog， 因为我很久没有拍 vlog 了，上一次拍好像是几年前嘛，那个时候我的 B 站好像有40个粉丝，30个都是我朋友。那就请大家告诉我，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我会努力拍更多的东西的。谢谢你陪我度过这一天了，晚安，拜拜。Baby, how's your day? But today it ain't the same. Every other word is a heart. Yeah, okay.